小白，今天吃的习惯吗？还可以呀。怎么样？我吃饱喝足了。你那个鱼好好吃哦。怎么了？我也喝酒，等水卡菜你也喝了。我喝了，喝了一点点。哎呀，那喝酒不能开车。我看真的是。行不行哦？肯定行啦，只是这一个面包车。拿驾照多少年了？我拿了大半年。让一下，有车。拿了大半年，没事的，我经常开车。才大半年，你能开了这个路吗？哎呀，我学的就是手动挡的这种车。哎呀，这个路我在家经常开。刚才来的时候，都被你开吐了。叫你不要喝，不要喝。哎呀，喝酒不开车。好像是你叫我喝的吧？你就怪我了。哎，上车上车，我开我开。那我坐副驾驶了。啊，得。慢点啊，行不行啊？没问题的。你帮他看一点先，看我这个转弯能不能出去。可以吧？没问题的，这个、没问题。安全带，嗯，带安全带。哦，这是要什么？嗯，在这里啊。这里。哎，你行不行哦？我好久没有开过手动挡了。要是搞错了，再搞错换一把。那一把，这把哦，这把50的是吧？嗯。哎呦，真难搞哦。这个是离合。哎，你到底行不行哦？哎呀，放心啦。做好了。一点都不放心。到手上了。你火那么大，你拉手刹干嘛？现在火。啊，我不喝酒，我要自己开车。踩离合。不用踩离合。完了，没电了。没电了。这怎么？你这个车，你太差劲了吧？真的是没电了。那推回去吗？这个是真的是没电了。那我们下来推。这个怎么办？这个。你这车也太垃圾了！哎呀，那什么车啊？没电了，怎么搞？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这个应该是麦迪了。是，再试一下。咱们你再打一下，看能不能打到它。没电了。那怎么办啊，小王？不用踩离合的，直接打油门的。一点电都没有了。不打了，再打一下，等一下。那怎么搞？推车。推，小哥，好尴尬啊！出来吃饭，要推车回去的。哎呦，本来说开这个车来。小曼，这个车不要开了，吓死人了！你说，这个是你叫我开的，又不是我叫开。嗯、你本来说开这个车来好玩，先得了，好玩。打不着火了呗？确实好玩。你试一下看。是哪里有问题？看。表哥加油！加油啊，小王！哎，这里不是我的，应该推那边，要推一下才行。推那边啊！这里全是泥路，怎么推得响？来，搞错了！再来！再来！推车。行不行？那我后面车。你上去嘛，我来。加油哈！走吧，加速。走。能推得响吗？好的。哎，到了！哎，你别开呀！你不能开车。来，换你开。卡不住了，这个。OK。卡死了，怎么搞？把它绑起来。哇，你这也太垃圾了，这安全带都不会搞。好，来，我开啊。先踩离合啊。踩着。哎呀，你一点我都不放心。这个是油门啊。嗯。哎，你挂档啊，档，踩。哎呦！又熄火了，等怎么搞？又要推车啊！我看，哎呦，这回搞到了。我太久没有开手动挡的了。哎呀，可以了。嗯，行不行？还能打得着火吗？打不着。哎呀，我太久没开手动挡了，我一下子离合放的太那个了。那怎么搞嘛？
那你们再把它推一下，我再开了。你们不是吧？要推？那你们喝了酒了，不能开车。小王，我都搞不动了，我怎么搞？在这个路中间怎么搞？好尴尬。那你们都喝了酒了，不能开车了。你们退响了，我开嘛。等一下我就可以开了，第二次肯定可以的。那我开开自动挡。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来吧来吧来吧。哎，这次真的不好搞了，搞大了。走，快点！看我表哥他们又推车。哎呦，推不动了。对，不行。再来再来再来。哎呦，哎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真的是太搞着火了，又就怪你。哎呀，那我本来就是太久没开这个手动挡了嘛。上，快，上！哎，得了得了，别